第38题，已知 A、B、C 为三种不同的纯物质，其均衡的反应式为 2A 加 B 生成 2C。已知 A 的分子量为24，B 的分子量为32，则 C 的分子量应为多少？这题基本上也是用所谓的质量守恒，但是条件给的是分子量。那我们晓得 mol 呢？就是所谓的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，所以质量要等于 mol 去乘以分子量。而我们的化学的反应方程式里面，我们的均衡系数就代表 mol 数，所以题目上就是2 mol 的 A 加上1 mol 的 B 会生成2 mol 的 C，所以我们的2 mol 的 A 它的质量就是2乘以24，那我们有1 mol 的 B 它的质量就是1乘以32，加起来就是我们反应物的总质量，要等于我们的生成物的总质量就是2 mol 的 C，那么 C 的分子量假设为 C 的话，那么就是二乘以 C，所以48加上32等于 2C，那么也就是80等于 2C，C 就等于40，所以我们算出来 C 的分子量呢要等于40。第38题问我们说，则 C 的分子量应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40。